全球首间 Barbie Cafe 桃红闪爆台北，桃红又是桃红，连他们都变成桃红啊、哎、呀男士们或者会被这些这么 colorful 的色橙衬的，只不过班 ladies 不知几欢喜啊，感觉很像芭比娃娃在那个童话世界里，然后感觉自己像小公主一样很梦幻，令到各位靓女变身公主的地方，自然是台北这间 Barbie Cafe 咯。Barbie 对一个小女生来说，这其实就是一个梦。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们要为女孩子们圆梦，然后打造一个这样子的梦幻世界。这间由玩具商授权，斥资5000万新台币打造的 Barbie Cafe。仲是全球首间 Barbie 主题餐厅添，唔好以为得甜品同 high tea 食啫，实情呢度主摊美颜健康餐，全部由营养师精心设计，低油高纤同新鲜，仲喺 menu 度 list 埋有几多卡路里添，话唔定食完会好似 Barbie 咁 bitch 咧。